各位观众，多谢嚟到肥坤频道睇肥坤嘅片。肥坤今日继续带你行旅游景点个附近街道，睇住个人流。今日咧個人流咧比我想象中多嘅，即係叫做可能再接近五一咧，阿姐，咁啊個人流更加會增加，呢個係好事嚟嘅，我都中意見到啲咁嘅情況，回復翻以前嗰個狀況。条街就真系好热闹啦，而家。嚟嚟啦，咪食啊！呢、这個位置是板障堂，板障堂今天都很多人啊。比起上兩個禮拜人流差好遠啊。個個都大包細包啊，瘋狂買嘢。我而家等你啲客咁咯。我困難啦！我困難啦！
好，各位觀眾，下一集再見。